个一样的奥特曼啊！救命啊！我被奥特曼包围了！啊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只是想让你帮忙找出真的欧布。欧布，伙伴们快看，这是传奇版的卡片耶，还是第二世代。Cool。 这个卡片是五周年，做了一次包装的改进，现在看起来好好看呀。嗯，哇哦，这不是雷古洛斯奥特曼吗？赶紧和我一起帮助奥特曼们找到欧布吧。Let's go。 先来看看第一包吧。嗯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也不是。哇哦，快看，是 UR 金卡德凯奥特曼强壮型。德凯奥特曼强壮型。哇塞，他手里还拿着武器，看起来好帅呀。没找到欧布。Oh no。 那再来看看第二包。哎，出了一张 SSI 卡贝斯奥特曼。这包也没有，继续继续。高斯奥特曼，哇哦，又是一张 UR 白金卡 X 奥特曼哥莫拉装甲。哇塞，这张也太酷了吧。不过我们的主线任务还是要找到欧布哟。哎，快看，这是欧布奥特曼，这不就找到了吗？还是暗耀形态的。嗯，哇哦，不错不错。天哪，又找到了一张欧布奥特曼重光形态。那我们再来看看稀有卡。哇塞，竟然是新版的 UR 金卡戴拿奥特曼奇迹型。哇，看起来太帅气了。呀吼，再来再来。哎，这包竟然没有。再来看看这个，还是一张 SI 卡梅比特。伙伴们，今天简直太棒了，我们不仅找到了欧布奥特曼，还有这么多的稀有卡片。嗯，那我们就玩到这里，记得点赞订阅哦，下期见，拜拜。